练习健身气功易筋经之前，要先活动手脚，抻拉筋骨，让身体放松，做好功前准备。预备式：两脚并拢，双手自然垂于体侧，下颌微收，头正颈直，目视前方。韦陀献杵第一式：向左开半步，两脚平行，两膝微屈，两臂前平举，掌心相对，屈肘回收在胸前合掌，目视前下方，指尖上斜30度。韦陀献杵第二式：两肘抬起，展臂，手向前平伸，至前平举，侧展。坐腕立掌，立在掌根，目视前下方。韦陀献杵第三式：松腕，直臂向前画弧，自然回收，向上翻掌，肘关节外展，双掌向上推，缓慢提肘，双目俯视，想象通过头顶的天门注视两掌。这个动作做得不够好，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：一是腘臀不够，第二个呢，眼睛应该向前下方看，下颌收回，使百会向上，意注天门，目下视，手指要伸直，指尖相对，提胸。好，请你再做一次，上推时动作不要夹臂，注意松肩虚掖。韦陀献杵第一式，通过双手合掌在体前稍停，可敛气定神。韦陀献杵第二式，通过伸展上肢和立掌外撑的动作导引，可疏通经络，改善气血运行。韦陀献杵第三式，通过上肢撑举和提肘的动作导引，可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摘星换斗式的特点是通过身体的斜向运动，以腰带肩，以肩带臂。脚跟缓缓着地，两手下落，身体左转，微屈膝，
双臂回环，左手背轻贴命门，右手到左髋外侧摘星，随之上摆，眼随手走，目视掌心，意注命门，两臂向体侧自然伸展，换右摘星换斗式，眼随手走，目视掌心，松腕，肘微曲，意注命门。这个动作做得不够准确，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在转身的时候膝关节不要转，第二个两肩要平，平转不能一肩高一肩低，请你再做一遍。摘星换斗式是通过掌心的翻转，意存腰间，来达到收敛真气，锻炼颈、肩、腰部关节和壮腰健肾的功效。老人和肩颈病患者可以适当减小动作幅度。倒拽九牛尾式，以脊柱为轴，左右旋转。右手下落，左脚同时向左后方撤，右脚跟内转，双手握拳，从小指起依次屈指。右手与肩齐时，手臂微向上弯，向内收拳，重心后坐，以腰带肩，以肩带臂，回拽，身体展开，重心前移，展开双臂，换左式，重心后移，以腰带肩，两臂前后旋拧，身体团紧，再展开，眼睛始终注视右拳。一个是要表现脊柱的旋转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腰和脊柱的旋转要表现出来。第二个是重心的转换，从弓步变成四六步，再往前回来，重心要转换。第三个是要拧肩，要表现这种前拉后拽。倒拽九牛尾式，通过腰的扭动带动肩胛、手指活动，可锻炼背部，改善软组织的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协调性。
出爪亮翅式，是通过水平的前推后引来抻筋拔骨。双臂侧平举，向前直臂画弧内收，五指并拢立于肩窝下方，松肩推掌瞪目，松腕收回目视前下方，展肩扩胸，掌心向前时五指逐渐分开，这时要保持身体正直，以免拉伤。可以配合呼吸，收掌扩胸时吸气，出掌时呼气。这个动作要注意逐渐加大劲力。正确要领是逐渐用力，先轻如推窗，后如排山倒海，逐渐用力。收掌时如海水环潮，渐渐地收。瞪目时也不要猛然地瞪起，这样做是错误的，应该逐渐瞪大，请你来试试。做出爪亮翅式，动作要配合呼吸，用力要刚柔相济，通过收掌、扩胸、推掌等动作导引，可改善呼吸功能和全身气血运行。九鬼拔马刀式，在身体旋转开合的基础上，重点锻炼颈椎。躯干右转，掌心相对，右掌逐渐向外翻转。打开身体，躯干稍向左转，双手反向画弧，右手绕头半周，中指压住耳廓，掌心轻贴枕部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左手手背贴于脊柱，尽量上推，含胸目视右脚跟，双臂尽量后展，扩胸，换左九鬼拔马刀式。动作可与呼吸配合，合臂团胸时配合呼气，头随身体自然旋转。展臂扩胸时配合吸气，目视右上方。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，在身体扭转的时候，马步的步行不要走样，膝盖还是朝前，上体后转，看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。手的问题上，过来之后起来时要展肘，两肘要展开，下蹲时两肘要合拢，你试试。
做酒鬼把马刀式要注意身体的对拔拉伸。两臂内合，上台时尽量用力，可牵拉活动部位的肌肉筋膜，有助于改善关节的活动功能。三盘落地式注重腿部运动与全身动作的协调，而且要配合吐气发音。向左开马步，脚尖向前，目视前下方，沉肩坠肘，两掌逐渐用力下按，翻掌肘微屈上托，缓缓起身。下蹲时口吐嗨音，注意口型，感觉声音被气顶出。起身时上身保持直立，两掌如托千斤。下蹲时腰要直，两掌如按重物。共做三遍，一遍比一遍蹲得深。你的动作有两个错误，一个是发嗨音，从下蹲时就开始发嗨，一直发到底。第二个是下蹲时两手要随之逐渐下按。另外，这个动作老年人不一定追求蹲到位，微蹲下不去时只要意到就可以了。
在全套健身气功易筋经中，只有三盘落地式需要配合口型发音，通过口吐嗨音使气沉丹田，通过动作可增强腰腹和下肢力量，有强腰固肾的作用。青龙探爪式，通过上体的左右旋转和前屈，可使两肋交替的松紧开合。左脚收半步，先将大拇指点在无名指根，然后从小指起依次屈指，双手握固，全心向上贴在腰间，右手抬起，掌心向上，松腕曲肘，掌变龙爪，向左水平伸出。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眼随手走，意住掌心，手向内收回，沿体侧下按，在体前画弧，依次屈指收拳到章门穴，换右青龙探爪式，目随左手，意存爪心。下按，膝盖不要打弯，目随手动，在体前画弧，屈指握固，起身收拳至章门穴，有这么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掌起来之后应该目随手走，第二个是不要直体下按，下去以后收回沿体侧下按，第三个手起来的过程中不要斜肩，腰不要弯，直体转身。你试试看。青龙探爪式，通过转身、左右探爪及身体前屈，可使两肋交替松紧开合，可以改善腰部及下肢肌肉的活动功能。
卧虎扑食式对脊柱锻炼强度较大，习练者要量力而行，循序渐进。右脚内扣45度，左脚收钉子步，跨脚同时身体左转90度，两拳提到肩部，手指绷紧，做虎爪状，双手向下画弧，充满弹性的环绕一圈，然后下按，食指着地，右腿屈膝，脚趾抓地，前脚跟稍抬起。这个动作的关键是用躯干的涌动带动双手绕环。体会从胸到腰逐节屈伸，塌腰，挺胸抬头，瞪目，动作稍停。这个动作做得太大，要做出胸椎和腰椎的波浪。你看我做，主要是脊椎的涌动要做出来。第二个是这个动作对老年人下按时就不一定着地。你看，到膝盖附近就可以了，你试试。这个动作通过前扑、后仰、胸腹的伸展，可活动关节，调和全身气血，同时也有强健腰腿的功效。打弓式主要是通过身体的前后舒卷、脊柱的节节拔伸来锻炼身体。右脚内扣，左脚收回，双臂外展，屈肘，掩耳，食指向后扶按枕部，用食指弹拨中指击打枕部7次，这个动作又叫鸣天鼓。目视前下方，从头、颈、胸、腰、底缓慢向下逐节牵引，两膝伸直，目视脚尖，再由底、腰、胸、颈、头自下而上逐节伸直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其实有一定难度。这个动作一定要节节拔伸，要先低头，然后再是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。你没有低头，所以腰是直的。动作要领是先低头，用头牵动整个脊椎，逐节蜷曲。起来时则要以腰发力，体会逐渐向上的伸展。老年人同样不必追求下弯的幅度，非要弯到90度以下才行，关键是要做到逐渐蜷曲和拔伸才行。
打弓式通过头、颈、胸、腰、骶椎、竹节牵引屈伸，可以充分锻炼脊柱，强身健体。这个动作一般可以重复三遍，打弓的幅度一遍比一遍深，直到自身条件的极限。动作不能太快，双腿不能弯曲，整个动作过程要保持体松心静。吊尾式，两手猛然拔离双耳，自然前伸，食指交叉相握，曲肘翻掌前伸，再曲肘交叉手缓缓下按，身体前屈，塌腰，抬头，头向侧后转，臀向前凑，用肩去凑宽，目视尾闾，注意头与臀相向运动，交叉手下按不动，放松，还原。全套动作结束后有个收势，起身手臂外展，上举，肘微曲，松肩松腕，下引至腹部。这个动作不要为了达到触地的目的而屈膝，不能挨到地没关系，这时候意到意念到了也能达到效果，到哪个位置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为了触地而屈膝，只要意念中主地，两手就可以相对固定，不要为了看尾闾而向后甩臂，甚至扭转上半身。固定交叉手，而且一定要抬头。吊尾式通过体前屈和左右转头扭臀的相向运动，可调和全身气脉，强化背部肌肉力量，改善脊柱各关节的功能。
收势能将全套动作所发动的真气疏导归位，排出体内浊气，令身体恢复常态。收势动作可以连做三次，注意呼吸自然。前两次环臂下引，意念经涌泉穴入地，最后一次意念在腹部稍停，调和练功之气，令身体复原。收脚，目视前方。全套功法到此结束。